紫金峰 VS 慢郎中，夫妻快慢不同，该听谁的？宝宝，我们快知道了。我吃了水果，宝贝，他吃完水果了，他开始剪指甲，太夸张了啦！听你讲这一段，我火气输了。永远包的那个尿布都是歪七扭八的，会有没有强迫老虎？你两个要对好，他永远都是一个在上面，一个在下面。现在很多尿布是不用包，直接摊掉就可以了。你现在买回去给他摊，我儿子摊的对。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